Wow.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用这个炉子开始做个饭，效果还不错。三个菜，如果说煮面条也算，就算四个菜了。第一个做的是柿子炒鸡蛋，现在柿子和鸡蛋已经跟面条混在一起了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叫做爆炒大白菜。第三个是一个猪肉炒芹菜，然后最后又煮了个面条。现在我们要吃饭了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天，给我们在可以在后院做饭，给我们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，让我们先去谢谢你爱我们，让我们爱别人像你爱我一样。这一期今天的书是以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今夜不会再有难舍。断归途，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今夜不会再有难舍地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。
后悔。